我一直装他谎好不太好，可是开场就要被射死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甘霖老师，无所谓啊，反正我这种名不见经传的人，没什么好、啊。反正我就先不打阿红了。结果阿红先被收掉了，这我没办法、啊。那个绿看起来像是玩家，底下那一只绿也是。哎，很可惜啊。所以应该要趁早去打会比较好，或者是先捡灵药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灵药可以增加体质、你的回血、HP 量。记啊，尴尬。哦，痛痛痛痛！哎呦，哦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记啊。哎呀，打不赢，呵呵。